世人都说俺老孙是石头里蹦出来的，不近人情，尤其是成了佛之后，更是觉得我六根清净，全无感情。错错错，没的感情我怎么会去收徒？要说到这徒弟呀，最像俺老孙的就属沉香那臭小子，聪明勇敢坚毅，嘿嘿，像俺老孙。他当初为了救出母亲，在我这一学就是4年。香儿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哦，哦，干娘，我想去山下逛逛，散散心。哎，你呀，天天练功确实是辛苦。去吧，不过……嗯，孩儿知道。不带上你师姐吗？她可是心心念念你这个……干娘。宝莲灯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干娘，您刚刚说什么？我说路上小心。师父似乎不在府内，去问问师姐吧。沉香，我这发簪好看吗？师姐，你看见师父了吗？好看吗？好看。嗯，师父到镇元子大小已经等得太久了，我今日便要到华山去。华山妖气弥漫，要小心。现在需要的是似乎是一位新人。少年郎可是沉香？身负纯阳，我算得你，请仙人赐教。昆仑山上，敢问上仙如何？20里外。感谢吕祖。
小子，站住！你可回铁扇公主的话，不曾见到。是了，她不想让人见着，是任何人也见不着的。好，前辈这把铁扇，任沉香再是愚笨，自然。沉香，原来那毛脸雷公嘴的和尚收的徒弟就是你啊！我可等着你了。仙子等我所谓何事？有一私事想拜托于你。仙子与我家师父关系匪浅。哼，观音菩萨会就说沉香为表谢意。在这里保莲灯可保你一时，母亲却难保你一世。我居然还活着。